少侠是个心地纯善之人，既如此，我便以秘籍相赠。江湖路远，习武之道上乘。武学之道，赋予天下万象，灵犀一念，心领神会。武学之用，在于仗义行侠，巧智脱身。江湖门派和各大流派皆有独门武学，任你修习。欲学别派要义，本领暂时缺一不可。少侠珍重，须知八方风雨，江湖险恶。